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我们今天人来到台中的太平。然后为什么我会来这一场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有一些观众可能知道我前一阵子不是去日本嘛。然后为什么日本的片没有上，然后上这一部片？因为以前相机吼都是我老婆在弄的，然后我把那个收音孔插错了，所以导致相机都没有声音，就那个声音都是杂音，所以我们日本的影片可能没有办法上。啊，也有观众说就是叫我就是上没声音的影片也没关系，但是我跟我老婆说那个不要上，之后老婆把影片。删掉了，对，所以不见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一场目的，就是因为我心目中一直有一种想法，就是我想要弄一场，就是场内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东西，就是没有赌博，也没有杂七杂八的杂货，就是一些实用的好东西，然后有一点价值的。像这个，你看这场我跟他合作的场主，他用了这个，我们进了这个吹风机，有一点重量。这个吹风机，这个网络上面一支大概1000多块，然后 Costco 一支是卖1490。1490，那我们就是直接这样子保夹1990丢下去。然后我们现在稍微来试一下，因为我也没有试过它调的怎么样啊。我们现在稍微来试一下，我们打一些就是我自己本身比较想打的东西。像这个可能有一些观众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很东西很屌，这个叫做洗澡神器。洗澡球。对，洗澡球，它就是只要你们家小孩子不洗澡，对，拿这个给他，他马上冲去洗澡。真的。对，他马上冲去洗澡。我们稍微试一下，都不用三催四请。不是你这个字一定要写这样子吗？你这个字一定要写这样子就对了，而且我看不到哎。干扰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干扰哎，我看不到哎。高手是不会被那个影响的。问题是我就不是高手。是吧？哎、okay. ，出一个。那你不欢迎10块出货就走了、啊？我们没有啊，我们有要10块出货就走。它这个东西吼，它是拿来泡澡，丢下去浴缸，然后浴缸就会很香，就会非常的香。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小公仔，那个小公仔基本上跟你扭蛋机扭出来差不多。对，跟你差不多。然后这个网络上面一颗大概是卖150到200块都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里面有加一些那个像一番赏一样的小赏的垃圾在里面？啊，那你日货嘞？它有那个可能比洗澡球还贵嘞？哎、欸，喂。等一下，20块出货了。没有20，20块出货，30块。你要确定你这样挑台，我不会聊死哎。这一颗都160。对，这一颗都100多块。它是会夹的人。夹30送什么？哦，角落生活娃娃机。那台角落生活娃娃机那台很贵，那台我记得台湾有卖到2000多块。这个是在，这样不会聊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东西是交给他，反正厂是他的，啊，货是我出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聊。我如果没得赚，他也没得赚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是洗手，只要它是一个容器，你装进去里面，挤出来的东西，它都会变成后面那个无敌星星的形状。好吧。对，啊，你装什么都可以，你自己装，你就自己装，你爱装什么装什么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屌，而且这个也是很贵，上面有写。台湾一个卖快500，很可爱啊。对啊，我来看一下它保夹是多少，680呢？你确定你保夹680呢？可以，也摸得到。这边的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它多重，我都已经忘记了。啊，蛮多的。这是挑货，我们挑得很用心哎，你知道吗？每天都去，每天都在挑，因为想说挑一些就是。打保也不会很心痛啊，坦白说，这个打保也不会很心痛。哎，680，台湾500多呢？台湾500多，哎，加运费500多呢？吃到饱也亏个100多块而已，划算啊！先拉个档一下好了。哎，100多就是你这费。因为通常商品的保价，可能有一些人都知道啊，大概就是机台商品大概就是3倍，就是大概保价金额，就可能这个东西300块，它可能。保夹就会用个980之类的，但是我们就没有，我们用到680而已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不是我设定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低。啊，既然设定就设定了，我们也不会改啊。680，我记得这个好像只有一组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买到很多。对，那就这么多了。对，这个就这么多，没有了，打完就没了。很好，很好，这台很电，很好。怎么办？要剪进去啊！这剪进去啊！废话，看这个，你总不可能每台都让我亏钱吧？亏钱亏下去，我没得开了嘞。是营运，然后就是是营运，然后每一台都亏钱，哭哦。没有啊，你只要比他厉害的，你都出得来啊。我点贵啊，合理吧？我那刚那个洗衣球基本上我已经亏了。我刚那样子出，我大概已经亏400了。它那个东西就是，耶，
外面没得奖。对啊，这个目前外面没有得奖。然后如果这场试营运不错的话，我高雄很快就会再弄一场。高雄那场的货可能会比这场多一点，现在这场比较小场一点，这场只有十台。这个吃一个饱啊，吃一个饱 ，OK。让我赚一点钱，可以再去一次。不枉费你宝爷的称号。对，先换一个宝。自己的台子也要吃饱，我给你看，没有在怕啊。你看那个现在新出的那个 A88 大海螺，一颗800块，宝夹1980，还不是一堆人去吃饱？你这是批的东西都是生活杂货。对，都是生活杂货，都是属于比较实用的东西。对，如果你们想要我批什么商品，也可以跟我讲啊。你们想要打什么日本的东西，也可以跟我讲。不要跟我说要打药妆就好，我开上去直接被抓去警察局，直接罚个200-300万。要是把钱就10万。真的哈，开店挤倒店就对了。开店挤倒店。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货还没到，陆陆续续都会一直有新货进来。哎，台湾应该有人会这样子拍自己的场，然后故意给他拍到宝夹。应该很少吧？就你而已啊。就我而已啊。我跟你讲，我狠起来，我连我自己的台子都宝。大家都要少少出，只有你要宝。对啊，只有我要保啊！那个拍自己的台子都拍少少出啊，没有，我只有自己在拍到保而已。啊，你在日本也有吃很多保、啊？哎、欸，干，不要再讲了！我跟你讲，我在日本那个真的是，我们两个去日本拍到不敢碰娃娃机哎，会怕呢，我看娃娃机会怕呢。有人说他再也不碰了，我后面的时间。没保，500块吧，500块刚好一个本钱。靠压你要680，然后我影片出来，然后这个卖500多，你如果想害我，你直接跟我讲的。三利欧的零钱包，哎，这个要出哎，试看看啊，你试看看啊，你现在是觉得我不会出的对了，试看看，你现在是在考察他台调的好不好？对，我考察他有没有给我故意放软，没有，我不要他软，我要他硬，合理，不是要硬吧，是合理，没有，我觉得要硬，因为毕竟这次去我花了蛮多钱。贵啊！哎，这些东西都很贵呢。不信你们真的拍照，然后你上传虾皮，照片收图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多少钱了。我们真的没有在唬烂你。不过这个不错啊，它有接近我理想中的厂，就是都是一些实用的东西。嗯。然后很可爱，很实用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本来真的蛮挑台在打的。对，因为我以前吼打台，就是我很爱打台，我就是因为很期待那个娃娃机商品打出来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嗯。虽然说我受过蛮多次伤的，鬼灭之刃的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张鬼灭之刃的，这个拍它就好了吧？拍它拍不出来吧？哎、欸，然后我那时候打那个鬼灭之刃，结果里面是一个鬼灭之刃纹身贴纸，就一张、嗯，就一张。然后有人就打那个什么掏耳神器啊、喔，它咬超轻的，就打开里面是一根棉花棒。你说你打到这个会不会很干？哎呦，不错。你看超可爱的零钱包，正版三利欧零钱包。可以看一下后面那个，这个是正版角落生物彩色笔文具组。然后300多少？对，虾米250到300，250到300。小小一盒，什么都有。对，还有蜡笔，有水彩。基本上爸爸妈妈来开学一盒，这个就可以送去开学、啊。而且现在小学生都要放那个工具箱。这个刚好放得下，对，刚好放得下。欸、你这台下放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你的时候在那边唬烂我，你打就知道了。你要不会，哎、欸，你要不会调台要说呢？你要不，感受、欸、感哦，受一下吧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没有，我觉得可以，好像不太行的感觉。他觉得很有自信。我觉得东西打起来太有自信，我会怕呢。你不知道我是西架小王子是不是？来，就一波啊，都西架。来了啊、哦！哎，踢架小王子，这不行啊，这个太佛，改这个改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自动出泡泡机，然后它里面有附一个，就是补充包。对，有附一个不是补充包，就是直接可以装的。哎，这个爪机，这是要打宽边是不是这台啊？对，没错。直接讲就对了，人家大家来都知道要打空间。那这窄边不符没？哎呦，这是很重是不是啊？有点重量。
很好，很电就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啊，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过热了、啊？可以可以，这个先试一下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我们不打，我打不出来，我打不出来就可以，我不养宝。这个口罩盒很屌，嗯，这是口罩盒，你看它有写，外面也差不多1.5块，然后它是下面有弹簧，所以你每拿出一片口罩，它就往上弹，嗯，它就一直往上弹，所以你就可以不用把手伸下去，它永远都是第一个口罩这样，嗯，它是口罩盒，这个人家现在很需要吧？口罩收纳盒，嗯，口罩收纳盒，迪士尼的，而且他新台现在又给我送那个。那个娃娃机，对，那娃娃机真的很贵，我只买到2台而已，因为它很少。我去买的时候它也很少，我一直买到2台。这个是什么？炭治郎的可动式公仔。这口罩盒我自己都想买一个回家用。实用，要不然口罩盒子一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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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我本来是想要拿回家用，但是因为量真的太少。我这次去买东西，它量都有点少，我们几乎是已经用扫购的方式在买，也不够我们买。所以就变成说我只能先勉强拿出来做台，自己都没得用，对，自己都没得用。喂，我现在看到很电，我很开心的。看到他很电，我蛮开心的。但是我怎么都觉得只电你？哎呀，奇怪，我每次打然后都我被电。我觉得技术比你好的来一定都少少出了。哎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每次吼大明路，然后我放在那边，我自己就觉得，嗯，这个很电，这个很厉害，然后没了。对，刚补完去回到家看监视器没了，然后一看监视器要打多久？20分钟。哎，我直接那个就好，我直接抽就好。哎，还会拖爪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哎，你看啊，我往家跑过来啊。有、哦、这个东西我自己也蛮想要的，我不能真的就这么没有，下一次了，这个太少了，这个、不行，这个、我们自己都没办法用。我也很想要啊，但是我自己也不会拿，看起来方便。下一次了，来了，只要我打不出来，我就不打。我就觉得可以，我们今天是来当测试员。哇，那个，哎、欸，这如果真的被我打出来，我是直接带回家，这是我花钱打的，我当然要带回家。打到我就直接带回家，少一个。好，可以，这台可以，这台帮消保。给过，再给过。这个东西这么贵，我觉得定一点也是很合理啊。要不然我打一只亏两只干。大风量，台风级的吹风机。对。因为我说我想要进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很贵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进，因为我发觉有一些人会想要在娃娃机里面打吹风机。但是那种大陆的吹风机，我坦白说，那个真的电压。哎，它为什么一直拖爪啦？它为什么一直拖爪？它这样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很危险的，这样我的钱包很危险。你看，它要拖爪，你不要骗我。还好你有放球，要不然我就关电了。厂主现在对他自己的调台技术很有信心，很有信心，但是我对他很没有信心。你怕是不是？我废话，我当然怕，因为我已经买了。不知道多少钱去了那个。这个吹风机高雄也会有啦，高雄我会先拿几支过去高雄的台子放。哎干，你看这个多危险啊！这样不行啊，这样太危险了。而且这种东西是你真的拿去妈妈社团卖，1000块一下就不见了呢。秒杀，1000块就秒杀。哎呦，我又开始就有点危险。好，最后10块没出就算了，反正没出我还是一样会抽啊。只保过可以签名吗？哎、欸，香味呢？哎、欸，再换一千吗？不用，你压一次给我就好。再换一千吗？你压一次给我就好。我今天是来当稽查员的，稽查我有没有可能会导电的风险？我只电他而已呀、啊。好，很棒很棒，这样可以，不会卡爪可以过，给过。那边。哎、欸，不给过啦，这个太危险了。你知道这个台湾一台多少钱吗？多少？950到1100。然后他保价，我刚看了一下，给我设1280。嗯。他给我设1280。然后我刚看到被出了2台，然后 B 量1台。亏大。你要确定我们这样做真的可以哎、欸？保价都在合理范围。可以。这已经不是合理范围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合理。我都不知道到底合理在哪里。
这小孩看到都很想要一台吧？这挡板那么低 ，OK 吗？我不知道呢，我感觉他这台我先电感一下，目前开起来就是开来可以练技术，然后打宝之后就是我技术练完了，然后我又没亏钱。不信真的虾皮上面一看啊，你去看一下查一下这个 Takaratomi 的这台多少钱啊？这个系列随便一台都一两千块。网友看到会被吓到，我自己都被吓到了呢。你都把你当老婆了。是没有这么难啊，我是被你的保夹心得难到了。哦，太久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刚才给我下放呢，哭哦。我现在试一下它窄边能不能扶。还好窄边不能扶，我放心了一点。妈，窄边可以扶，我就哭了。那居然还摸得动哎哦。哎。奇怪，那个人刚170、200、200是怎么打的？我就说只电你哈。哦，这是他的补充包啦，就可以自己车，用那个拆缝机车。哎，他那个拆缝机是安全拆缝机，他几乎是摸不到针的。嗯，对，他是没有办法摸到针，这是给小朋友在玩。现在小朋友玩的东西都这么高级了。对，我们小时候玩还要自己拿那个针那边，然后去刺刀，就是那个刺绣吗？你有玩过吗？有。对啊，我们小时候玩用那个，现在小朋友都这么高级。我在日本也入爪障碍，在台湾也入爪障碍。你一直都是入爪障碍，不管在哪里都这样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在日本那个入爪还没用呢。多可怕，那是摸啊。他没有用，他入爪还没用呢。我真的觉得我们去打的地方不太适合打娃娃机。而且日本没有保夹。对，日本没有保夹。店员保夹。哎，店员保夹，我打到两次店员保夹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一个帽 T 跟一个毯子都店员保夹。这个摆在那种摸一下就会出的。对。我直接用日文跟他讲说我今天打了多少钱，他就说啊、哦、我了解了，然后帮我拍。我敢说我不要你了解，我要你退钱。东西我不要了，什么破东西啊，就帽 T 15000块日币，笑死人，3000块台币了呢。还是来一点呢？我哎，在我家，我留给我儿子，那件有点珍贵。毕竟我花了15000打出来的。那毯子呢？反正我女儿在用，那也是15000，所以我也留着。然后这也是片还没得上干。啊，可以啊，这还可以，试一下可以。只要我打不出来都可以。你打不出来都可以，真的。这边还有很多东西啊，还没上架，因为它这边台子可能不够多。这个是正版的口罩，然后这个三 D O 的、這個。对，这个很屌，这是铅笔盒，一个卖500。铅笔盒。它是怎样可以当手机支架的？它可以站着，对，可以当手机支架，然后也可以、里面还可以放东西这样子。你不觉得这个很实用吗？还有这个，当你放上去对，在桌面上后对不对？它会合起来，它会真空吸住，吸住在桌子上，然后不会倒。嗯，当你要按下去后，它就可以拿掉。所以真空吸住的话，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挖个洞，真空吸住，不一样。有子，因为我说真空吸住，它挖个洞，它就可以就是把什么吸管之类的东西放进去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不错。那我们今天抽几样，我看一下，吹风机一个，这个一个。你今天来太平这边做稽查员，对，还可以，应该可以电得到人，可以电得到人。要、啊、不然呢？我们拍的风格就是这样啊，我就是要电的。我们不是来背书的、啊，我们打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么真实。我自己觉得打不出来，可是还是很多人每次我打不出来，人家要打出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我们这次就抽这两台啊，抽这两台。然后有，如果你想要买这些货的话，我们之后可能暂时不会，因为我们目前货只够做我们自己的厂。之后我们会开一个群组，但这个群组只有在做台的人可以加。嗯，对，因为里面是属于批货，只有可以做台有在做台的台主可以加。一般可能我们没有卖散客啊，就是做批货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次就抽这两个，那关键字当然就要打我们这里啊，太平区金平路2段116号。嗯，好不好？抽这两个，抽两位吹风机跟这个，这两个大概都是自动给抛机。对啊，都很好的东西、欸。这个也是600-700，这个1000多块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Oh no, that is what they all say when they see me pouring some more. Oh oh, think it's empty again, better fill it up before I go.